阳集团晚宴正式开始。现场的长官、来宾以及所有的同仁们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哦，听到大家非常有朝气的每一位人物呢，我今天都很希望有机会好好的一一来做介绍。但是现在的时间呢，先跟所有的同仁们来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今天的晚宴主持人 Kiki， 很开心的在岁末年终之际呢，有这个荣幸跟所有的同仁们的齐聚一堂，一起来先吃这一段团圆饭呢，也要再一次呢代表我们的公司呢，感谢所有的同仁们在过去的一年呢，2018年呢，为了我们火爆坊集团呢全心全意的付出，因此呢，让我们的公司呢在过去的一年呢交出了一个漂亮的成绩单。所以现在时间是不是现场的同仁们，尤其有非常精心打扮的每一位同仁们，给自己一个热情的掌声好不好？谢谢你们，谢谢。也借由这个掌声呢，祝福我们的公司集团呢，在未来的一年的2019年呢，可以